等一下我要介绍一个小东西，我自己做的，让你们看一下，稍等哦。这个萍姐应该在影片上面看过，知道这是什么吗？春花望露水，那要先开始吗？我先介绍一下我做的这个小东西好了。要怎么夹呢？随便夹一下好了。夹在衣服上。这样讲话有听见吗？这样讲话有听见吗？它可以算是一个帽子，但是它的功用不是帽子。好，来，我来说明一下啊，有听见吗？听见告诉我一下，没听见也跟我讲哦。有听见吗？声音有没有清楚？哎，博寿廖大哥您好。哎，老婆你好，我看到你了。有哈，好，我说明一下哈。首先哈，吹萨克斯风要录音的人其实都有，如果在室内录的话，都会有一个回音的问题。那为了解决回音的问题呢，我买了这个吸音棉，后面那一块黑黑的哦，这是吸音棉的一部分。然后我本来在这个架子后面我也有加一块的吸音棉，那我吹奏的时候我就声音喇叭口就对着这个吸音棉加上去之后啊，整个我吹煞的时候录音的效果就回音就会少很多。那因为啊，因为这个固定的，那我在吹的时候如果稍微扭一下哈，那可能角度就跑掉，那回音又会跑出来，所以我就设计这个行动式的吸音棉，我就把它夹在喇叭口，啊，夹在喇叭口，所以呢，夹住在吹的时候，它永远都在喇叭口，我怎么动怎么扭，它就是会有吸音的效果，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为了让它固定，我就做了三个夹子，那三个夹子。不能用金属的部分直接碰到那个喇叭口，会掉漆，所以我外面啊、哦，看一下，哦，外面都有用那个轮胎的内胎，把它粘在这个夹子的两侧，所以它夹的时候就不会让喇叭口受伤。
哎，怡如你好，怡如，怡如晚安。哦，那么我大致上介绍完了，如果没有刚刚没有听到的话，回看就看了就可以看得到。好，我大致上这个叫做遥遥萨克斯吸音装置。哦，这一块就是吸音棉。OK， 那我就把它夹在萨克斯风上面了。那我等一下就开始吹奏春风。哎，春花望露水，哇，这名字我怎么都记不起来。那我应该用哪一把吹呢？我先看一下，我先找一下卡拉 OK。哦，春花望露水这条歌，张秀清。另外再介绍，在开始吹之前我再介绍一下。哦，志玲你好，志玲我跟她的那个关系非比寻常，我们当兵的时候是睡在一块，她是我的长官，辅导长官，现在已经退休了，哇，真的很好命了，不像我还要为五斗米折腰。我介绍一下，我大概大家有时候在我的那个影片上面有看到一个板子，黑色的。讲，这个板子做什么用的呢？我会在上面写字，我就吹的时候哦，吹之前先把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就直接写在上面，让大家就不用去猜这首是什么歌曲，然后也顺便会知道说这首的原唱是谁。那对于那些作词作曲的就抱歉了，实在写不下、哦、有需要的话我再写上去，或者在那个影片的说明上面加上去。好，那我们就开始，我先把字写上去，春花望露水、哦、我写上去啊。那我就用它原来的笔哦，是尖的，尖的很细，所以我自己弄比较粗的笔来写。就这样子把它写的上去，那这个手写板很方便，要消掉旁边有个按钮，按下去它就全部清掉，但是有个缺点，不能擦掉其中一个字，有没有？按掉它就全部清掉，大致上这样。另外呢，刚刚萍姐说的这个帽子呢，哦，二毛也在，二毛你好，不会那个浩浩也在吧？
哎呦，有在呢！哎呦，浩浩，浩浩，你好。先把帽子戴上去啊。上一次的直播我自己回看，发现这个声音效果非常不好，那我把这个帽子戴上去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那有改善就告诉我一下，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哦，老婆，我知道你在线上啊，有什么指示吗？春花万露水就开始喽。
谢谢谢谢，第一首吹完。哎呦，陈丽珍，好久不见，陈丽珍你好，住在板桥的丽珍，是我以前的同事。哦，谢继才，谢大哥你好。声音有没有比上个礼上上礼拜好一点呢？哦，刚刚东哥点了妈妈，还有现在又点了一首《睡心恋》。那邢志林呢？邢志林点的《八月桂花香》，对吧？我看一下。那个，我们还是有那个顺序的啊。那我先吹妈妈好了，妈妈会不会吹啊？我看一下。哎，春桂有来吗？啊，萍姐有找春桂是吗？哦，我找一下妈妈，稍等哦。是叶启田的妈妈吗？这首妈妈我好像没听过，我看一下，有另外一首妈妈是红蓉蓉的，稍等。
家学长好。可以吗？谢谢。我来看一下哪一首，接下来是哪一首，忘记了，我应该写在板子上，今天板子有这个作用。对了，刚刚看到罗世健罗特助也来了，哎呀，太感谢了。罗特助好，二毛，我好像没有听过蘑菇蘑菇，哎，那个晚一点我再看看，可能不是今天，稍等。我先看一下有哪些歌曲，我先把它写到板子上面，稍等。哎，我看到了配方，我 EMBA 研究所的同学吴配方，学姐好。八月桂花香这首应该叫尘缘，对吧？稍等哦。尘缘。现在是陈远跟碎心恋啊，那陈远先来。
这首歌真的非常脍炙人口，而且当时啊，刘松仁演的这出《八月桂花香》，应该那个收视率应该有几十%啊，非常非常多人看过。我先说好，这首没有套招，我真的不止两年了，吹了不止两年了。那今天就凭印象，然后看着简谱了，有偷机一下，有看简谱。那么我先看一下讯息，稍等哦。瑞帅有来吗？吴清瑞，瑞帅您好，您好。梁大哥，只剩烟云有这首歌吗？我应该没有唱过，但是我等一下看一下哈。明伟，明伟，我看到你了，明伟同学，我的高中非常不是高中，大学非常要好的同学。明伟好，还有黄强哥哥，您好您好。我刚看到萍姐有点那个单程车票，英文的 One Way Ticket， 不错哦，我很喜欢这首歌，稍后先把它写到本子上。One Way Ticket， 我写上去了。
那么碎心念先来，稍等哦，这个是东哥点的碎心念，稍等。走吧啊！
我看到萍姐有说一支针，一支一条线，这手是不是讲算紧？是吗？哎，我看到 Lona 了。哎 ，Lona 是我那个 EMBA 的那个校友哦，逢甲 EMBA 的校友。Lona 晚安。哦哦，刚刚那个一支针一条线是妈妈里面的歌词啊。哦，我歌词不太熟，我都只看一二三哆来咪。稍等啊，那我现在找一下 One Way Ticket， 稍等。啊，这首我也一段时间没吹了，那偷懒一下，我吹降 B 调，它原调是 G 调，我差了大概三个半音，那个三个半音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解释啊，就是哆的上面有升哆，升哆的上面有升瑞，哎，有瑞，瑞的上面再有升瑞，大概就是从哆改成升瑞这样吹的那种感觉。稍等啊，马上就开始。真的也好久没吹了，有新的歌吗？我看一下哦。再会吧，心上人。好，这个东哥点再会吧，心上人。歌名就这样吗？稍等了，我找一下。
刚刚看到再会吧心上人找到了，那这首是不是林玉英小姐唱的？是吗？东哥是这首吗？我偷懒一下，我用那个降低调，好像没有吹过这首，当场被东哥考到。稍等等，我是吹过《原谅我吧，心上人》。好，就开始喽。吹得不好就林来。东哥，拍谁？要不要重吹？我刚刚那个萍姐点了一首，我还算熟的歌曲，那个江蕙的《给熬》。哦，我休息两三分钟一下，喘一下气啊，虽然不太喘。
那我们来聊一下。哦，我从那个前年啊，前年四月开始上传这个 YouTube 影片哦，到现在刚好满两年哦，非常幸运呢、啊，我受到大家的支持与鼓励。那现在今天刚刚好哦，那个订阅人数已经达到1200位。那说不定现在是1210位，我刚刚没有看，刚刚看之前是1209。那 YouTube 上面的话，超过1000的话就是10进位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只看到那个最后一个字是零，那其实那个不一定那么刚刚好是零。像我刚刚开直播之前，它是9哦，所以跟那个大家看到的数字差了9。那如果一不小心有人在订阅，他就进位了，所以就变1210。我看一下。哎，我看到世勋了啊，是我的老同事啊，跟世勋非常有缘哈。那个昨天我们去逛美丽华，远远就被我看到他正在下楼梯，带着太太还有女儿。哇，女儿已经高一了，哦，长得真是落落大方，真的是很漂亮。哦，那个世勋哥哥要不要征婚一下？还早了，还早了，开玩笑的啊。哦，刚刚看了，还没有被关照，所以还是1209。靠近一点，哦，1209啊。那我自己才看得到1209，那大家看到的会是这样。哦，字有点小，我拿近一点。哦，看到了，大家只看到1200，那后面那个九其实是被隐藏起来。那大家也看到，现在我的那个片子的数量是3315。那今天直播我会变成会再加，那我如果还有时间，我今天再吹个几首，一首等于两首，我会放长片和那个短片啊，大致上是这样。那休息差不多了，给哦，稍后就开始。那我吹降 B 调，we'll be right back.
为难我而我看到了王台生王大哥，王大哥是我那个进入那个社大的社大萨克斯风班的非常非常要好的学长啊，最近他比较忙，但是我们都还是持续有保持联络，我们也都有彼此在分享。那王大哥有没有兴趣点一首不要太难的一首歌呢？我刚刚看到萍姐点了风水好日子，风醉雨也醉，这首应该距离上次吹应该一两个月有了，应该还有点印象，稍等我找一下，这应该也是二姐的歌吧。要不要换一把吹啊？哦，这首好像，我觉得应该中音会比我刚刚看到昆生，昆生是我那个逢甲萨克斯风班的好友。昆生好，昆生不是昆生，森林的森。稍等啊。哦，我看到 Doris 了。哦 ，Doris 你好，哇，这位大美女，哇，谢谢你光临。稍等哦，我换一把哦。帽子要摘下来。
戴帽子啦、哦。这个很厉害，这个我三把都可以用，所以暂时不用做第二个，稍等。这把没错吧？我刚用那一把可能吹不动。
谢谢萍姐点这首还算熟的歌。我刚刚东哥点的《重逢高雄港》，我不知道有没有吹过，我确认一下，稍等。我有看到一位日本好友，这个我日文实在真的没办法，不过我有印象有看过这日本朋友的留言啊，非常感谢。哎，在这之前我刚往前翻有看到再会吧心上人，这首我刚有吹吗？好像有，等一下我看看。哦，看看这印，那个记忆变差了，确实有吹过哦。就刚刚林玉英小姐的歌，我刚有讲是原谅我吧，心上人我比较熟。那大家没点，我就先不要吹这首。我们来看那个刚刚东哥点的那一首《重逢高雄港》。我先看我 YouTube 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代表应该有伴奏。稍等哦。吹过，应该有伴奏，但是我之前是用高音吹的，所以东哥的意思是我换高音吹吗？稍等哦。哦，我当时吹 F 调，所以我今天一样吹 F 调，稍等。这首应该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阿兵哥的心声，我看是不是他歌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打重逢高雄港是找不到的，稍等。完全正确哈，我找阿兵哥的心声就找到了。我先帮萨克斯风戴个帽子。这把哦，这装起来的样子，真的还蛮好笑的。大家可能有没有看过，有人拿着这个，在那个阿兵哥啊，拿这个放在地上在扫地的，有没有？哦，底下这个可以扫地的，有没有？哇，很像哦。所以我可能
平常大家可能不会看到，那今天我是给大家看一下，长这个样子。另外啊，我这个背带不适合用在这把高音萨，那我高音萨我就不用背带了。装好了，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比较不花时间，可以吗，东哥？哎，梦中哥，郭先生您好，哎，欢迎您进来。随时如果要点歌的话，就直接在上面留个言哈，谢谢大家。那如果现在没有人点，我倒是可以吹吹一首。哎，今天 Joyce 没有来哈，没有看到哈。哦，那个东哥您说的改 F 调是哪一首？是这一首吗？
我看到我高中同学，同时也是大学同一所的那个同学宜勋。宜勋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之一，今天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学。明伟在不在啊？明伟要不要点首歌啊？明伟还在吗？既然现在暂时没有人点歌的话呢，那我就先吹一首《原谅我吧，心上人》。这首应该是谢雷的歌吧？我确认一下。哎，搞不好是雨天哦。我真的歌星不太记得，稍等。答案揭晓，是雨天。想吹的，勉强吹的还，我觉得还行啊。谢谢。
萍姐点雪落下的声音，这首萍姐想吹，想我吹哪一把？应该不太适合用高音了、啊，另外两把都可以。萍姐要哪一首哪一把呢？那在吹这首开始之前，我说明一下选次中音和中音的差别。哦，这首原来是那个大陆的一位歌手叫陆虎唱的，那台湾的一位女歌手叫李千娜，她也有唱这一首。那李千娜她不像陆虎的那个 key 那么高，所以陆虎唱的是低调，那那个李千娜唱的是降低调，所以既然萍姐要我用次中音吹，那我就是吹李千娜的版本。好，我马上装上来。好，开始喽。Thank you.
OK， 会不会太大声？如果现在没有人点歌的话呢，我再找一首来吹哈，稍等我一下，我找中音的好了。我刚刚看到脸书上在别人的那个群组里面留言，他唱了一首《爱丽波丁》，我觉得这首还不错，我应该有吹过，献给大家。这首是那个黄以玲所唱。那我当然是跟他一样爱大家不掉牙的啊！谢谢大家，稍等一下。
大家，谢谢。哎，瑞帅您好，小弟献丑了。瑞帅您好，小弟献丑了。我看到那个瑞帅的那个影片，真的是自叹不如。哦，现在看到东哥点了陈雷的心碎，然后萍姐点了今生爱过的人，还没吹吧？啊，我确认一下。哦，那女士优先好吗？还是哎，不要好了。因为刚吹过萍姐的雪落下的声音，那我们东哥的先来。碎心恋吗？还是心碎？哦，一下就忘记心碎了啊。陈磊的，刚又看到他有到那个第一个那一群，所以我决定再升，直接吹降一调。哦，降一调刚好女调，所以吹起来也算女声唱的。
吹降一调、那么接下来就是萍姐的《金星爱鬼的人》，这首是不是也是黄以玲唱的？稍等。哎，我答对了，是黄以玲，没有错。那音调是什么？
连我都快哭了，真的。啊，现在时间8:07，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累了，那我们再一首就好。好 ，OK。我们有来自高雄的钢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你好，吴老师有没有想听哪一首呢？哦，我吹一首那个寿喜烧当做结尾好了。这首寿喜烧是陈淑桦唱的。好，我找一下。这个寿喜烧应该是写英文的，我看一下它是什么字，我不会拼，什么 K I 的，什么 K 什么 I 什么 I， 八个字吧，稍等我找一下。叫 Sukiyaka， S 开头找英文字的。
等一下，我要介绍这一首歌啊，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为了寿喜烧而作的，那里面的歌词里面很多跟寿喜烧有关系。那不晓得，我还不知道由来，不过这首呢，我记得有英文版。那我现在就吹，稍等哦，马上就开始。啊，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那两个小时了，也差不多，那我就用这首当作结尾。谢谢大家，传了传了，哦，那期待下次再相逢，哦，那今天没有点到歌的，不好意思，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哦，所以记得留意一下我下次开直播的时间，再把想要听的歌告诉我。来，谢谢大家，晚安，明天该上班的还是要上班哦，谢谢大家。